飞。准备 ，and action！ 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永保安康太弱了。既然我们今天是因为环南出动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叫环南四少。为什么会有环南四少，或者是为什么不是环南三少？其实很简单，因为我设定了陈耀华之后，他要认他爸爸，那一定他有一个男朋友。可是我为什么会想出余康敏？因为余康敏是百货公司的千金嘛，我觉得一定要设定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跟这两个男生，在生活的层次差别很大的。然后他们为什么可以融合在一起？然后以及我也想要让陈耀华在面对一个不会变的女孩子当中，她自己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有一个四少的逻辑是这样。可是当然，现在电影开拍之后，我发现我不只有环南四少，我有环南五虎将，我还有一个黑山军的小玉学长，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女性一定会有的现在的男性闺蜜。那她会因为这个共同参与性变得更多可能。大家好，我是余晉。然后其实我4岁就开始演戏了，最早是因为在爸爸的朋友那边，然后有上一些小型的舞台短剧的一些机会，然后从此就踏入了影视圈，一直到现在这样。水感再多一点，但是不要太可爱。好，因为他已经长得很像朴宝剑了。那我希望他是走更阳刚英挺，对对，就他整个英挺阳刚都要出来。余晉就担任了这个刚刚我讲何西明写的借由一场橄榄球赛而要表现出四个人的合在一起的情感。余晉的出现让我觉得我再也不用担心这场戏我会拍烂，因为我最怕这四个人同样是因为讨厌一个坏人而成为好朋友，他就不高级。而余晉的出现，他不管从整个人的气质谈吐，让我第一个觉得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可能只是想要得到他想要的。然后也因为他从小到大的童心经验，他很能够跟我一起把这场球赛从一开始认识到真正打起来，到最后他怎么样才能落败，使这个他们一直敌对的坏人立体化。然后他像是一个美男子跟一个阳刚的混合，所以我很感谢余晉在那个时候的出现。哎呦，学长喜欢你啊！这我答应了正大的光明的追你啊！有什么好追的？我跟王庭勻的对手戏，这一次就是一个我是一个喜欢他的人嘛，那就是想要泡他，但是他好像对我也还好这样。好啊，大象，我们来 PK 啊！走啊，你会打啊？其实我们训练了蛮久的，我们去了他们学校，然后跟他们一起练习，包括从最基本的抛接，然后脚踢等等的，然后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也试着去找到他们就是高中生球队里面的那个氛围。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往那边走，然后你就往前面转，就往前面跑了。对，往我这边跑，这边跑。然后我就会说，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停下来。他那边还可以再有一下。好好。对对对，反正就等我 Q，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怎么打就怎么打，可是不要冲太远就好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感性上的太多的互动，那一场就我们打球，然后有点生气，然后开始打架这样。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些东西的执行上都很精准，就是有的时候还需要他提醒一下，然后我们才记得说，现在球应该要传到哪里这样。但我记得他应该是记得最清楚的那个人，可能因为他就那一场，所以我们拍的时候他真的消化得很完整这样。传球，好投，得分。那个过程就是他其实是因为我是喜欢他的人，然后我们为了他争风吃醋打架，他后来出现了。他好像打我，
样防。你先上，反正你们都没有太关系。好，那你要跟他讲一下防头。有，我跟他讲。好吧，你就往他头打。好。他们之前练习的情况怎样？之前我们练了两次，那大家的都是小年轻嘛，大家反应都还蛮好的，那就希望可以呈现出这些青春年轻的这种浪漫的这种打架给大家看。所以跟一般的动作戏打架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完全是为了《环南》这部戏特别设计的。我们选 take 我们三个表情。哎，刚刚是这个表情吗？因为之前有接触过一些打戏，然后我觉得因为打戏在呈现上，我觉得它也是一件蛮专业的事情。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保护我们不要受伤，所以在橄榄球场的那一场戏，其实有经过了一下套招啊，或者是练习。但其实打戏其实，就是像舞蹈一样，它就是设计好、排练好的，它就是不会有一个即兴或是一个意外，因为那对演员来说都是危险。你看我，哇！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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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会这样。而且，如果是在那个，我想到的，你还好吗？你还好吗？动作可以再轻一点点，没有关系，因为看不出那个。我当时导演问我说，如果这两个角色可以选，他觉得我哪个比较有兴趣？我是说这个，是因为我之前拍过的戏就是有情感层面的东西，就是追求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很多，然后被打枪的次数也就是更少了，然后我很想尝试着当一个会争风吃醋的人会是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平常的就是生活跟平常的样子其实不是一个会吃醋的人，我是比较属于佛系的，就是有就有，没有就算了，所以我很想要试试看做一个会争风吃醋，会为一个喜欢的人不顾一切去争取的一个人是怎么样。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庭勻。那我在《环南时候》饰演的是春田孝太，他是个同志。我以前也饰演过，但是这次我是饰演一个闺蜜，我觉得那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虽然我们私交不多，但是我们认识了有七八年也有了吧。因为玉萍以前也是模特，对，然后我也是做模特出来的。你好像漫画里面出来的帅哥哦，你好不真实哦，你整个人就是个不真实，对不对？王庭，你其实在他刚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我们就有注意到他了，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男生居然可以到意大利米兰这种海外的时装周去走秀，所以他在华人里面他的那个面孔，我觉得是有国际观的。终于我们知道他对演戏有兴趣，一开始是一个 BL 剧，然后接下来不晓得怎样，哎，就他就突然消失了。然后那个突然消失是在哪里找到这个人呢？居然这个人就是我们男主角夏腾宏从小一起长大的最好的朋友。王庭勻吗？因为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啊，从十岁，然后我也觉得他蛮适合演于康敏的好闺蜜。我就是想跟他一起拍啊，一起在同一个作品出现，这是我最想要的一件事。对对对。那我觉得他最不同的是，他到了现场，我们碰面的第一天，他居然已经把全部台词对了。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王庭勻给我的最大的印象是，他有一双不怕跟你眼睛对眼睛的眼神。他可能台词能力没有很好，但是他在那一刻，他很想透过看着你的眼睛去理解他说清楚了那句话吗，或是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我觉得这样的男性气质是会可以让一个女性很窝心的，所以我们就在那样的状况之下一拍即合。
我觉得比较困难一件事情是，我反而不是要去想说我要去怎么样增加我像个同事，而是我要怎么样把我自己给去掉，因为我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直男行为。然后我觉得像是同事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他们很细心，然后都会比较细腻，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是要把我自己的那个粗犷还有那个直男的性格去掉。我觉得这种掏空感，我觉得对于演员是一种很不错的一种经历。